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荣誉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鸿儒。本公司是生产鱼罐头，所以在这南方澳属于青鱼的故乡，我们从事一条链 的产品，有冷冻厂，有制冰厂，有罐头厂。所以这次很荣幸能够当上常务监事。这次组织由陈理事长带领，我们属于很强大的团队，各分其职。所以在这次我们相信陈理事长带领之下会让园区更好。